We have uncovered wonders undreamt by our ancestors who first speculated on the nature of those wandering lights in the night sky. We've crossed the solar system and sent ships to the stars. But we continue to search. We can't help it. A central element of the human future lies far beyond the Earth. Crave some cosmic purpose, then let us find ourselves a worthy goal. Hello， 大家好，我是马修，今天继续为各位带来天文宇宙的科普系列。今天这集来到最入门，也就让很多人跨进天文宇宙坑的知识，那就是宇宙有多大。你会感受到宇宙的神秘、有趣，还有宇宙带给人们的庄严感，就像是你在画有创世纪的教堂不敢说话，在寺庙中的巨型佛像前不敢嬉闹。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宇宙究竟有多大，地球到底有多渺小。欢迎收看这次摄影图书馆，用最简单的语言了解最深奥的科学。宇宙究竟有多大？这个问题是暗黑洞和宇宙由来并列为人类终极问题。有多大？我们在影片开头直接给答案，不知道，也没有人知道。甚至直到我们人类灭绝都还不知道。但如果说是可观测宇宙，也就是以我们地球为中心能观测到的宇宙极限边缘，直径有931光年，这是多少没有概念对吧？光年是一个长度单位，一光年就是光跑一年的距离，也就是 9.46 兆公里，而光一秒就能绕着地球足足7圈半。50年前，阿波罗8号载着3名太空人上月球，这也是人类第一次从太空看向地球。他们花了3天顺利抵达月球轨道，也刚好正值圣诞节。他们出发前带着一本创世纪，在月球上度过圣诞节那晚，他们在月球上直播，对着地球朗诵着创世纪，甚至拍下了一张地书的照片。地球缓缓从月球表面升起。地球在宇宙中非常渺小，在1990年2月14日，航海家一号在距离地球61公里的地方拍到一张照片，也就是著名的暗淡蓝点。这个蓝点就是我们的地球，只占了这张照片0.1个像素点，就像我们抬头看到的星星一样，渺小又不重要。航海家一号依旧在宇宙中航行，为的就是想要探测太阳。从1977年发射到现在依旧镜中只守。科学家们预估到2036年电量才会耗尽，到那个时候航海家将会关闭摄像机，切断自己与地球联系，继续向银河系的中心前进，只为一睹人类毕生追求的秘密。地球诞生于46亿年前，42亿年前开始形成海洋，35亿年前海洋中形成生命。距离太阳有一个天文单位，也就是14959789787700公尺，是太阳系中第3行星。还有一颗也是唯一颗卫星，月球。其他行星想必大家也不陌生：水星、金星、火星、土星、木星、天王星、海王星，还有5大行星：谷神星、冥王星、鸟神星、镇神星、系神星，还有数百颗不被认可的矮行星，构成了我们熟知的太阳系。而太阳系有多大？仅有30个天文单位，也就是 0.00047 光年。我们往外看一点，让我们来到本星纪云，直径有30光年，里面有数个恒星，还有我们常听到的半人马座 Alpha、 织女星、木夫座 Alpha、 南鱼座 Alpha。 我们再看得远一点点，来到了大家都想听到的银河系。银河系的年龄为136亿岁，直径有18万光年，大约有4000亿颗恒星，还有1000亿颗行星。银河系中最古老的恒星和宇宙本身一样古老，而我们的太阳系就住在银河系的猎户壁上，距离银河中心大约28000光年。银河系的中心是个超大质量黑洞，也就是人马座 A star， 质量是我们太阳的431万倍。周围的物质和恒星都在以每秒220公里的速度在轨道上绕着银河中心运行，也被认为银河系中存在大量暗物质。还记得船底座星云的宇宙山崖吗？美丽到让人窒息的画面，就是我们银河系中最大的恒星生成区。银河系还有数个卫星星系，大家常听到人马座星系、小麦哲伦星系、大麦哲伦星系、船底座星系、小熊座星系，
尤其大小麦哲伦发现的时间在史前时代，那时人们只要抬头就能看见，名字则是来自航海家斐迪南·麦哲伦。很可惜的是，现在地球上三分之二的人因为光害的关系不能够在他们家乡看见银河系，而我们的邻居仙女座星系直径高达20万光年，并且有着一兆颗恒星，正以每秒300公里的速度朝着我们银河系移动，预估在30到41年后就会相撞，再花上数十亿年让两个星系成为一个巨型星系。目前已知最小的星系就是 Segway2， 恒星数量大概就1000颗，而目前已知的最大星系是 IC1101， 直径为400万光年，恒星数量甚至有1兆颗。我们继续往外看，来到了本星系群，这个星系群拥有超过50个星系，直径直接上到1000万光年，而本星系群的中心，应该说质量中心，就在我们银河系和仙女座星系之间的某处。银河系和仙女座星系是本星系群中质量最大的两个星系。我们继续拉远画面，来到了侍女超星系团，直径是1亿1000万光年，里面至少有100个以上星系团和星系群，是我们可观测宇宙中数以百万计的超星系团其中一个，其中就有著名的 M87 侍女 A 星系，是不是很耳熟？侍女 A 星系的中心就是 M87 Star 超大质量黑洞，人类第一次目睹的黑洞，质量有66亿个太阳，是已知黑洞中质量最大的。而侍女超星系团在其他两位成员长蛇半人马座超星系团、孔雀伊蒂安超星系团，这三大超星系团组成了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名字的意思就是无尽的天堂，直径有5亿2000万光年。而我们的银河系就是在这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中最亮的成员。这些星系都在往巨银河移动，这是个数万倍银河系质量的引力中心，距离地球2.5亿光年。本星系群和侍女座超星系团都会受它的影响，包括我们。但后续研究表明，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不受引力约束，在遥远到无法想象的未来会逐渐溃散。而60个这种超星系团组成了最后的环节，双鱼金鱼座超星系团复合体，总长共11亿光年，宽则是1亿5000万光年，是我们人类目前在宇宙中发现的已知最大结构。再来就是我们的可观测宇宙，再上去就整个宇宙。在我们可观测宇宙中，星系团大概就1000万个，星系有2兆个，而恒星总数则是2×10^23次方，这到底是多少？把所有点展开就是这样。而行星总数则是10×25次方，在这浩瀚的宇宙中，我们的地球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点，甚至现在地球消失也不会怎么样。但这个暗淡蓝点是我们在已知宇宙中唯一有生物的星球，而上面的生物就是我们人类。就在这里，这就是家，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小点上，每一个爱你的人，每一个你爱的人，每一个你听过的人，每一个你在乎的人，每一个你讨厌的人，每一个你陌生的人，无论是谁，都在这颗星球上度过他平凡又精彩的一生。目前地球总人口在2022年末就会达到80亿人，而整个地球史上活过人类就高达1亿0/81人。每一个文明的创造者或毁灭者，每一个陷入爱河的年轻情侣，我们一切的一切就只是在阳光照射下的一粒尘埃。但不管你喜不喜欢，这就是我们目前所知唯一的家，这已经是我们目前所拥有的一切，这也是我们不愿面对的真相。